中国国民党中央联合总理纪念周今天上午9点在台北市中山堂中正厅举行。辅导会主任委员郑维元先生以从政同志身份在会中报告荣民辅导工作的回顾与前瞻。垃圾是现代都市中最令民众头痛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登山人士的增加，似乎已经不再是都市的专利。如果我们不及时加以注意，垃圾可能也会使美丽的山林